好嘞哈。人个我门口摆只新闻便利啊，系啊。我们差不多是跟那个新闻。上面盖起来，我觉得哦。好厉害哦，五分钟的学会。不是讲，不是讲要关啊？无。说杜根，杜根哪来骗？他们欺骗咱的感情。炸肉丸。炸肉丸不能煮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凉拌，凉拌不能煮。凉拌也不能煮。猪毛冻，猪毛冻不能煮。这个可以啊。猪毛冻。那边还有那个排骨酥。都更案怎么样？他都更案，他要都更啊！他都更完了之后有没有？哎，要不要给我在这个地方做是一个问题啊？哎，他如果不要让我做的话，那我爸身体又很好的时候，我要你觉得我要不要做吗？一定要做啊！因为已经做这么多年，这么有名了。喜欢我就做。喜欢。这嘴蘸料啊，到底对起是对起，来灌丁管。等一下，叫我那个小舅子先来排队，两个小时先来排队，排完队，晚上的一定要排队。那以后来找我，因为我有特权。真的吗？你有什么特权？特权在老板娘这里。啊，你认识他、啊？我不认识，我朋友认识，我们公司里面。哦，那个是台电员工，台电员工。啊啊啊！原来这是一场误会，本地。电视新闻讲，台电为着杜更案，要将着这间餐厅给关起来。啊，我以前常常来，所以就赶紧请遐个曾经来过的朋友，大家做伙来最后巡礼一下。啊，歹势，伫这个大热天哦，还大家食甲唱歌作作啦。是来食火锅安怎？哇，暖死！像那个爱来饮点灯的，有爽无？叫我喝你啊！对啊，叫我那老平你。啊，你也来喝你？叫不倒你倒啊！带毛巾。